对吧？一样的。这个人他是为什么要把眼睛闭着？勾一下，有啊，帮他进一个。墨菲特来一把，很好，击球犯规。有，噔噔噔，想强退，你犯规了你就强退，坚如磐石。进，帮他进来。可以，这个走位。范戴。哇，这把打蛮王。啊，不是吧。这个皮肤有点恶心啊！感谢狗脸样儿儿的飞机，好像是大蛮王，也可能是盖伦。完美，如果是打蛮王这把就稳了。哎，舒不舒服？打一个翻带，我靠，这个角度居然没摸到球，犯规了。哦，没开始啊、哦！对不起，抱歉抱歉，原来是练习模式，非常抱歉。哎，怎么开始呀，兄弟？好，开始了开始了。他这球肯定是进了，哇！说实话，这个人，那这波球我们要加个赛，我们加个赛啊、打重一点，把他两个球挤出来。如果直接碰到我的花球就可以了。即使我用力过猛把他的球给挤进去，其实不会算我犯规，你知道吧啊，只要不把黑球打进去我们基本上就赢了，因为黑球进去直接判我输啊，所以打八球，这个球是花球啊，花是八球，所以八球是要最后一个打的啊，我们直接一波重击挤一波就 OK 了啊，挤进去算我运气好，挤不进去也无所谓，只要把我的球解救出来就 OK 啊，即使我把他的球撞进去也没有关系。感谢 PHO in
ENPP 送上的飞机，他还是没有角度可以进，这边贴板太难打了，太难打啊，几乎不太可能进去。角度是 OK， 但是力度小了，力度如果大，角度就会偏，懂我意思吧？啊，这波其实我可以打底带，可以打翻带啊。底带的话是很简单的，打一波翻带就有点学问了。我们撞它一库、两库、三库，把它撞进去啊，这样的话才能显示我金牌讲师的威力。啪啪啪啪，把那个球也撞进去 ，beautiful。但这球没进，这球如果进了，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最难打的一个球，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但是我金牌讲是可以，啊，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这波其实我们可以调个角度，加个赛，给大家展示一波花式的转个圈。哎，哟，反了我。反了，在这边。搞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反了，我犯规了，他继续，这个球要往这边加赛，就这样子啊，往这边加赛就这样子，我一镜像的搞反了啊，非常抱歉。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一万多分的同学并不是我的对手啊，差距还是有些大，说实话，差距还是有些大。他这个的话呢，可以说是钻石段位的玩家了啊。他这个算是钻石了，而我这个积分的话是匹配，青铜都不如。但是你看，其实段位证明不了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平常在玩的时候都是逃跑，知道吧？也玩的不多，逃跑。这位同学还是有些紧张啊，还是有些紧张。这波叫中带要这个角度，但这个角度容易碰到六球的话我们算犯规啊，所以这波我们选择做一波斯诺克。来，什么是斯诺克呢？斯诺克就是让他看不到自己的球，他必须要第一杆要碰到他的球，否则的话算犯规，我连续打两杆啊，这种就叫斯诺克，知道吧？感谢顺杆十的字送上的高级抽型，他碰不到球就犯规，我连续打两杆就赢了啊。所以呢，高手的话才会做这种斯诺克啊，让他碰不到没有角度，这是很厉害的。那你以为呢？我虽然金牌讲师不打这个东西，但是玩起来你看到没有，有模有样，他很难受犯规啊。那我两杆机会像这种球我都无所谓，我把它，你看啊，我这把给你们表演的这个球会很神奇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完全的是花式球，我球往这里打，然后从角度从上往下打，然后让他球翻滚往前滑两步再退回去，然后把我的球挤进去，把他的球挤出来，看到没有，旷世神球。哟，哦，哎，这个瓜皮，刚才这一波说实话我失误，但是我还是再表演一遍。其实我这球打这里就进去了，但是刚才我搞错了，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世界顶级高手，请叫我电竞奥沙利文。感谢桌球麻瓜大司马送上的飞机。中了。哎，刚才那个角度不对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角度真的太一点点。如果把它打进去的话，真的是世界顶级选手啊！不然你以为呢？哎，正常的打他早输了，我认真打，其实他早就输了，你知道吧？认真打他早就输了。这一把我来给你看一下什么叫翻带，没错。这个角度差不多，这个角度差不多
哎，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啊，什么叫做世界顶级玩家，这个角度差不多。来，翻带勾进去走。哎呦，哇，今天手感很差啊，今天手感很差啊。今天说实话手感很差，行吧，算了算了，我们打了这么多把了啊，这一名玩家虽然很厉害啊，但是跟我大师级别的比起来还是有些难度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奥沙利文，电竞奥沙利文，电竞奥沙利文的意思就是奥沙利文打球他就一个字叫做快，就球拿到手啪进，哎，不带你瞄的，不带瞄准的，懂我意思吗？电竞奥沙利文啊，小意思，我不会跟你瞄来瞄去，那是什么高手，我都不会瞄的。那你以为呢？胡荣华、许银川、天鹰王、赵星星、张强，哇，我的偶像胡荣华，我的师傅胡荣华，我的师兄许银川，许银川他是胡司令，张强也是一位象棋高手，但是他比较专注于棋谱和花式解说。哎呀，看到我的师兄，我其实我想搞一波象棋算了吧，毕竟我是英雄联盟主播。他很气，火箭手，打个翻带，我靠，这都不行，我在要位置，我是辅助位，房间号606118，感谢兄弟，我是四楼。不能说包赢，要说包 C 啊，要说包 C， 不能说包赢，赢不一定能赢，但 C 肯定 C。完美，要我连干啊，我操，跑了半天我连干，我玩什么诺手，他给我了吗？他应该给我了，他说我是他的偶像，可以可以，感谢。偶像带领你走向胜利，
感觉被挡。二条，哎，我们打个二条。哎，柔顺，结束了。柔顺没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人6000多分，刚才那个9000多分，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所以请问大家，我的桌球是什么水平？你们觉得应该有多少分？我觉得给个20000分应该差不多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20000分差不多吧。有天赋，有天赋，天赋比较高。我们这把打的是莫德凯撒，好像有点难打啊。嗯，他没带点人。哟，2个。帮我进一个，没球进了。可以，可以。这个也有点难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操！哇，还好，没进，差一点输了。感觉一半已经进去，哇，他胆子好大！你这球打不好就把黑八打进去啊！碰到就行，碰到就行。好，15号底带啊，进了就结束，进了就结束。啊，这没进吗？我靠，母球还进了。哎，瓜皮，这种球敢打这么重，我加5分，跑了，他跑了，他溜了。